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都是想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的一个状态。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些跟我相关联的一些争议，而且这个争议发生在全民抗击疫情最关键的时刻。其实我当时自己在家里自我隔离的时候，我是很不安，然后也很歉意的。如果是因为这些争议给网友们带来了一些影响跟困扰的话，我在这里很真诚的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你在微博中也提到感谢所有善意的批评与指正，那这些批评与指正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从我出道到现在以来，善意的批评跟指正其实从来都没有断过。那个时候有很多周围的朋友也好，前辈也好，还有一些网友也好，都对我指出了很多善意的一些批评和指正。我自己是非常接受的，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指正是会让我进步。当然有一些恶意的批评，一些造谣和诋毁是吗？特别是一些造谣跟诋毁。我觉得不仅仅是对我，他们更多的是打扰到我身边的朋友，甚至是我的家人，对我的家人做出一些伤害。那刚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些恶意的造谣和诋毁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会觉得很委屈吗？其实也不是委屈，我觉得更多的是想不通。那想不通的时候会怎么去排解这些情绪像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呢？他给我发信息开导我，他给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我分享给你。他是说，认真的时候工作，糊涂的时候读书，独处的时候思考，难过的时候睡觉。其实这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很好的概括我这几个月的一个状态吧。成为一个艺人，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受到大家的关注之后，我切身实地的体会到的更多的是，受的关注度越多，责任感越重大，这是真的。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在以后的路上可以更多的去释放自己的能量跟善意吧，对得起这一份大家的关注跟喜欢。还有一点是，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我觉得这也是从小我家庭教育给我的，想让孩子在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世界里面，用妈妈自己的母爱去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隔离在外。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说，感恩每一个人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负责任。再说到第二个方面，就专是业上的。对专业上，其实我作为一个艺人来说，演员也好，歌手也好，我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演技，去练习自己的唱功，去磨练自己的演技，交出一个好的作品来回馈大家。虽然好像从我出道到现在也没有能特别拿得出手的作品跟成绩，但是这也是我想说的嘛，我会继续的成长，我想去挑战更多更好的角色，然后想去唱更好的歌曲给大家。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成长，永远在路上。因为你之前是一个素人嘛，然后好像《陈情令》火了以后，好像就一夜之间突然有了特别特别多的粉丝，有这么多粉丝是怎么样一种体验呢？我从一个素人到受人关注的一个公众人物之后，有这么多的，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和这么多的喜爱，我真的觉得很幸运，是我作为演员也好，歌手也好，是非常幸运的。而且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是谁，他们在哪儿，他们长什么样子。但是当我知道很多人支持我，然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力量，以我的名义去做一些公益，把自己的这份爱跟力量传递给更多人的时候，我是真的有
接收到他们的这一股给我的力量。所以还是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可以自己做得更好，然后对得起他们的这一份喜欢。我相信有这么多粉丝也会带来一些烦恼，就比方说现在网络上经常有一种声音说偶像应该管理好自己的粉丝，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对，这几个月这个词也一直围绕我。我自己真的有很认真的去思考过，包括我也有跟我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有探讨过这个词。首先，其实我不认同这个词，我认为不认同管理这个词，我不认同，我不认同，仅代表我自己，我不认同，因为我认为支持我跟喜欢我的人，跟我之间并不是一个上司跟下属的关系，管理这个词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上司跟下属的关系，更多的我觉得我们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对于我来说，对于艺人，对于公众人物，对于我自己来说，我需要做的是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演好我的戏，唱好我的歌，认真对待我的作品，用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去引导喜爱我的人吧。我觉得这是我真的是要去做的事情，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对于喜欢我的人和支持我的人来说，我希望他们不要去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伤害到别人，甚至是伤害到自己。我希望他们可以保护好、爱惜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是基本的。对，这是基本的。然后，如果是有机会、有可能的话，在工作跟学习之余，我们可以一起身体力行的去做更多可以帮助到他人、对这个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希望倡导你的粉丝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其实我觉得做公益其实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尽到的社会责任的体现。特别是像一个公众人物，像我这样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公众人物，应当承担更多这样的社会责任。其实在疫情期间隔离在家，我跟大家一样，就天天都很关注疫情的进展。在这期间我自己其实也有做出自己的尽自己的一点微薄的力量吧，想帮助到大家，给大家加油打气。大家所看到的那一个粉丝公益项目组，其实是由粉丝发起，然后由我的团队助力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小站吧，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平台，然后去传递散发自己的一点心意。而且我觉得做公益，其实做公益 我一直都认为它是一个很长久的需要坚持下去的事情。在今后我自己也一定会切身实地的参与到其中，当然如果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的话，那大家就一起带着一颗平常心做平常事吧。That we got one